唐经理，您给个准话吧。今儿这事儿由你做主，我这当经理的说了不算。他简直是疯了，他。我哪敢做主啊我？你们不是相好的吗？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我腰吧，快点儿。还差二两。还差点。是正好半斤。来人呐！你快帮我把他扭到五万级！不是，快点！来人！上哪儿？哎呦，我的妈！唐经理，哎呦，怎么了你这不？老唐，拿走，快回家！别动！警察！警察同志来了！警察同志，你也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抓人呐！抓你，不怕你算白说。我亲眼看见你在柜台上抢肉，人赃俱获。你还说什么？抢肉？张开你的眼睛看看，肉是我买的，钱现在还在肉案子上放着呢。别在这给我胡搅蛮缠！不信你问问。姐夫啊，你过来。我赶紧回家把饺子包了，去晚了怕是。不是，我真走你的，天大下来有我顶着呢，你大老爷们怕什么？梁晨，跟你爸一块儿去，告诉爷爷，想吃什么让他言语，我给他老人家奔去。他小爷儿，那我谢谢你。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走。哎，王排长。你是？我是傻三儿啊！打太原的时候，你救过我命啊！三儿哎，咱俩怎么在这儿见了面了？三儿，王排长啊，我都知道了，这事我处理。行，那我不过，他小爷儿得跟我去派出所做些笔录。行，录，做笔录。真啰嗦，姐夫，赶紧走！快，梁晨走！对，把这个。